要进入多场比赛，最终有一队将问鼎终极英雄。我们走进了雪豹突击队，在这里由十名武警特战队伍组成的红黄两组进行较量。他们以横霸起而制胜的坚定信念，会展现出武警特种战士怎样的风采。我觉得作为一名男人，这辈子就应该穿一次军装，摸一次枪。我是我们雪豹突击队成立的第一批兵，雪豹突击队第一次对外宣称成立的那一天，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使命特殊，任务特殊。就我妹妹吧，经常会提起她有一个当兵的哥哥，现在是一名特种兵，然后她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从心底里我就想当名特种兵，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雪豹突击队曾是领导人亲自命名，是一支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近年来，雪豹突击队驰援新疆反恐打赢首战，国际狙击赛场摘金夺魁，约旦勇士竞赛蝉联冠军，中俄联合演习享誉海外，先后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原解放军四总部评为全军人才建设先进单位，被武警总部授予创先征优先进旅团级单位党委，先后有一人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三人被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29人荣立一等功，71人荣立二等功，100多人受总部以上表彰。雪豹突击队以实战化训练为基准，牢固树立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训练就是战场，训练就是战斗的理念，以安全稳定为核心，坚持正规组训、科学实训、依法治训，不断提升部队队形以反恐处突为中心的多样化任务能力。全地形四轮越野摩托车最高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载重量可达240斤，爬坡坡度可为70到80度。该车具有在复杂地域下承载突击队员和武器弹药快速机动的作用。教官由张磊担任，张磊1997年12月入伍，现任雪豹突击队一队队长，优秀党员，优秀干部，武警部队优秀教导员，曾多次赴战争国家执行首长警卫任务。下面即将进行团体障碍赛。从特战的任务性质而言，小组协作作战是执行任务的基本形态。虽然执行任务时需根据战术种类与环境决定小组人数，但在执行城镇与房舍任务中，多以5人突击手为小组来执行纷繁复杂的反恐任务，并根据战况的不同调配各兵种应对与部署。由于5人小组是特战中常见的作战单元，因此这次比赛中将由5人突击手组成小组的红黄两组进行多种对抗。下面即将进行团体障碍赛。
该科目是在实战化训练中摸索形成，共有16组障碍物、9个阴险目标、56个梯段目标组成。这个科目主要考验队员冷静的战斗思维，机智果敢的战斗素养，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提高特战队员的综合作战能力。比赛规则如下：过障碍射击赛。过障碍射击赛分为 A、B、C 三个赛段进行，三个赛段分别计时，所有赛段完成后所用时间相加，总时间短者获胜，获胜的队得三分。大家听着，听着，给我从大家开始问我都过来了。通过投掷硬币决定了出场顺序，红队率先出场，王群现任班长，24岁，2008年12月入伍，曾荣获优秀士兵2次，2011年被评为训练能手，2014年被评为北京总队10大训练标兵。田佳明现任班长，24岁，2009年12月入伍，曾参加武警部队4级反恐演习，新疆维稳任务，参加93阅兵安保备勤，参加北京市各类敏感期备勤任务，荣获优秀士兵2次，荣立3等功2次。严强现任班长，23岁，2011年12月入伍，曾参加武警部队4级反恐演习、北京市反恐演习、 APEC 峰会紫禁城演习、 APEC 峰会安保备勤、93阅兵安保备勤，曾被武警北京总队评为优秀教练员，被雪豹突击队评为10大标兵教练员。黄龙章战士，23岁，2012年12月入伍，曾参加武警部队4级反恐演习、新疆维稳任务，参加93阅兵安保备勤、紫禁城5号反恐演习。李直强现任副班长，24岁，2011年12月入伍，曾参加武警部队4级反恐演习、新疆维稳任务，参加93阅兵安保备勤。红队王群担任组长，田佳明、严强、黄龙章、李直强为组员。我们重点就是什么呢？前边这个障碍物这块要争取点时间，争分的这个首要放在后半段，越上射击这一块。是谁给我们信心？兄弟！是谁让我们野心？队长！终结者！红队必胜！A 赛段，每名队员综合越障，通过综合体能架、悬梯、堑壕和云台后，所有队员到达指定地点，计时结束。准备！3、2、1，启动！首先，队员需以不同的线路越过综合体能训练架。综合体能训练架高10米，宽8米，中间设有网墙、轮胎墙、通风管道、高低杠、断桥、高空五步桩等设施。队员通过这个障碍，需要扎实的攀爬技能和强大的心理素质。队员们能顺利通过吗？通过综合体能架后，5名组员中需要2名队员攀爬至悬梯的顶端后顺手滑落地面。堑壕有6米宽、3米深，除考验队员心理素质外，更是对队员灵活性和协调配合能力的检验。
由于云台高达2.5米，队员通过时需协作互助才能攀爬到平台处，只有提高小组内的默契度与作战能力，才能在最短时间内通过。A 赛段，红队用时1分39秒。红队比赛结束，黄队即将开始比赛，所有队员进行着热身运动。焦龙龙现任班长，24岁，2008年12月入伍，荣获优秀士兵2次，荣立3等功2次。2011年获得突击专业2星执证书，2015年被评为士官优秀人才3等奖。曾在2009年执行60周年国庆安保重大战前任务，2014年圆满完成北京市反恐防暴综合演练任务。王康现任副班长，23岁，2012年12月入伍，曾参加 APEC 峰会安保备勤、93阅兵安保备勤、武警部队4级反恐演习以及重大节日与敏感时期备勤任务，曾获得优秀士兵1次。李琦现任副班长，23岁，2012年12月入伍，曾参加武警部队4级反恐演习、93阅兵安保备勤、约旦比武集训，曾获得优秀士兵2次。曹豪勇，战士，21岁，2014年9月入伍，曾参加93阅兵安保备勤、两会安保任务、全国中原比武集训，曾荣获优秀士兵1次、中队嘉奖2次。马玉凯，战士，20岁，2014年9月入伍，曾参加93阅兵安保备勤、两会安保任务、中俄联训集训，曾荣获优秀士兵1次、中队嘉奖1次。黄队由焦龙龙任组长，王康、李琦、马玉凯、曹永豪为组员。比赛开始之前，黄队队员在组长焦龙龙的带领下进行障碍训练，对每个科目进行研究与分析。谁是终极英雄？黄队第二。准备。综合障碍由综合体能架、悬梯、堑壕、云台组成，主要考验队员冷静的战斗思维、机智果敢的战斗素养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提高特战队员的综合作战能力。悬梯高达12米，快速攀爬至顶端会产生眩晕状态，队员只有快速调整才能抵抗眩晕，快速滑落至地面。此时黄队总用时已经超过1分40秒，在过云台这个需要团队协作的科目中，黄队能快速通过吗？保留体力，你走，咱俩睡了，咱俩睡了，保留体力来。A 赛段，黄队所用时间2分13秒。B 赛段，
每队队员攀爬至高楼顶处，通过高空转梯到达服务大楼顶端，速降到地面，与最后一名队员到达时间。在 A 赛段中，红队时间相对来说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在接下来的 B 赛段，他们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呢？高空软梯长达30米，悬挂在3层楼高处，每个软梯之间相距50厘米。在通过软梯时，如果队员的步伐频率达不到一致，平衡点很难把控，速度过快或过慢都容易掉落。这个科目考验了队员身体平衡能力和心理素质，进一步贴近实战要求。5名队员都需通过软梯，红队第一位队员快速行走时，会使软梯产生震动，给紧随而行的队员造成晃动，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到达5层楼高的服务中心顶端，需马上速降到地面。这个科目极大地考验了队员的心理素质。B 赛段，红队用时1分09秒。新兵连是在北京总队快结束的时候，新兵连班长说有雪豹突击队的来调兵，你想去吗？我说我想去，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从心底里我就想当一名特种兵，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作为一名军人，希望这个社会是平安的，如果真的有一天突发事件发生了，人民受到威胁了，然后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冲在前。第一次戴上雪豹袖标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比较神气，等到戴上时间久了以后，我感觉这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我要做的比别人更多，才能对得起我戴的这个臂章。在 A 赛段中，黄队在过云台时小组配合出现了一点失误，所用时间多于红队。在 B 赛段，首先要攀越的就是墙垛，墙垛高10米，队员需利用墙角徒手攀爬至屋顶，需要队员极强的臂力与蹬力。高空软梯离地面有10米的高度，在行走的过程中，软梯会产生晃动，当第一名队员通过时，软梯晃动会加大，紧随其后的队员很难控制身体平衡，给所有队员快速通过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B 赛段黄队用时1分47秒 AB 两个赛段完成后红队暂时领先 C 赛段每名队员跑至射击区完成设有不同距离不同枪支不同目标的五个射击区任务后所有队员到达指定地点计时结束 C 赛段为射击比赛整个赛段分为五个射击区域这块枪枪马落啊枪枪马落人与人之间会拉开多大差距距离会多远这块谁先打谁后打比较合适一点所以说人员分配这一块我都是为他们每个人量身定做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射击地点分为五个射击区域射击地点分为五个射击区域，红队由李直强担任第一射击区的弓弩射击任务。弓弩，弩长86厘米，弩宽66厘米，最大拉力90千克，速度可达到每秒97米。红队由李直强担任第一射击区的弓弩射击任务。根据比赛规则，只有完成弓弩的射击任务，其他队员才能前往下一射击地点。因此，李直强的准确快速射击对本组快速前进至关重要。当我到达要射击的位置后，我拿到弓弩，当时我心里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我考虑就整个拖我们本组前进的这个时间，影响我组成绩。在第二射击区，红队组长王群与黄龙章翻越高板墙，李直强穿越 V 字墙，到达手枪射击区，射击引血目标。而红队的严强与田家明跑至天桥处，使用步枪射击60米处的6个固定目标。
攀越多组障碍物是对队员体能、技能、意志和心理素质极大的考验。完成第二射击区任务后，红队的田佳明到达高处射击区，使用步枪射击固定目标，而严强需从天桥处沿着索道滑落到达射击处，使用步枪射击固定目标。在第三射击区，红队组长王群与黄龙章使用霰弹枪射击固定目标，09式18.4毫米霰弹枪口径为18.4毫米，能在100米距离上穿透25毫米厚松木板，弹容量为5发，用以瞬间高火力密度和火力覆盖压制和杀伤100米内单个或集群有生目标，是执行近战任务的理想武器。李直强、严强、田佳明分别使用步枪射击对应的固定目标。所有队员在第三射击区完成后，全部到达第四射击区，使用步枪射击固定目标。第四射击区目标射击完成后，所有队员跑至第五射击区，使用步枪射击多组隐险目标。
义务射击区任务完成后，所有队员跑至指定地点，比赛结束。C 赛段同队用时3分13秒。照我们预想的，这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全场的这个连接比较顺利，因为我们从障碍物到最后我们这个射击越障，没有哪个地方有明显的迟疑或者是有明显的失误。在整个所有的障碍物中，我没有跑漏一发弹，全部命中。所以说今天我个人认为，我们从我们组员呢，包括我个人这块，照我们预期预想的目标完成的还不错。连续两个赛段，黄队所用的时间都超过了红队，黄队能否在这场比赛中获得胜利，就看这最后一个赛段的表现了。每次出去执勤、备勤、比武这些重大任务，就感到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担负着雪豹的荣誉。我觉得军人后边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一种责任。军人在祖国或者是人民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不顾一切的去站出来。当兵前的那晚上，就是穿着军装在镜子前，就是照过来照过去，就感到特别的光荣，特别的激动。黄队由王康担任第一射击区的弓弩射击任务。弓弩是一种杀伤性极高的致命性武器，主要用于近距离杀伤暴露的有生目标或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使用，具有隐蔽性强、杀伤力强、实战效果好等特点。第二射击区分为两大射击点，焦龙龙、王康以及翻越障碍墙后使用手枪射击银弦靶，马玉凯、曹永豪到达天桥处使用步枪射击60米外6个固定目标。短时间急速运动后射击，呼吸的调整对射击精准度有很大影响。此时黄队的每一次射击都将决定最后能否逆转。五名队员在第二射击区完成后迅速到达下一地点，相比红队第二射击区完成的时间，他们提前了4秒。后面还有3个射击区，需要每名队员不间断跨越多种障碍完成射击，留给他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他们能一鼓作气赢得胜利吗？完成第二射击区后，焦龙龙、王康、李奇越过各自障碍，分别使用步枪、霰弹枪射击固定目标。天桥上的马玉凯、曹永豪到达射击点的距离要比另外3名队员较远。
率先完成射击，便跑至桥上队员射击点进行射击。组长焦龙龙完成射击后，也迅速朝射击点奔去。带人，只见马玉凯已迅速到达高架射击点。马玉凯是黄队最后一位到达射击点的队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能为团队挽回多少时间呢？三射击区完成，比红队提前了8秒。此时总时间能否超过红队，就需要最后两个射击区域追赶了。下到作战队之后，穿上这身作战服，收上这个队标和胸标，感觉特别的自豪。你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战友帮你一把，就感觉心里边特别的温暖，有一种力量，就一直在支撑着自己。身边的战友，他们都会站在你一个家人的一个角度去对待你们，无论是苦是累，坚持住，胜利总会来临的。黄队在第三射击区完成比赛，比红队提前了8秒。此时总时间能否赶超红队，就需要在最后两个射击区域追赶了。第四射击区目标射击完成后，所有队员跑至第五射击区，使用步枪射击多组隐险目标。救命！安全！救命！安全！不要走了！安全！不要了！快点！比赛段，黄队用时3分01秒。在开始之前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听说红队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每个队员心里上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现在成绩还没出来，我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是怎么样。C 赛段，黄队靠着顽强的意志与默契的配合获得了胜利，但这次比赛需要统计 A、B、C 三个赛段的总时间才能决出胜负。我在新编的时候，是我班长和我排长跟我说的雪豹的故事，包括训练多么辛苦、多么艰难，但是我还是想进入这个雪豹推队，不能给自己这一块留下遗憾。从小吧就喜欢当兵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学校旁边也有一个武警支队，然后经常看到他们这个训练。从新兵连非常荣幸的跳到雪豹突击队7年时间，然后在这7年中参加过大小任务非常多，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当义务兵的时候，我的一个班长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方面没有学习到，所以那个时候班长就会一直在我旁边鼓励我，班长对我有所期待，我肯定不能够让他失望。同志们，通过刚才对抗，红队、黄队都体现了我们雪豹突击队顽强的战斗精神，都能以实战的精神去完成每一个动作、每一次任务，负担通过了所有的障碍物，同时消灭掉了不同位置、不同距离、不同状态的隐潜目标、祈祷目标、固定目标。当然了，既然是竞赛，肯定有先有后。红队用时 A 赛段1分39秒， B 赛段1分09秒， C 赛段3分13秒，红队总用时6分01秒，黄队用时 A 赛段2分13秒， B 赛段1分47秒， C 赛段3分01秒，黄队总用时7分01秒。本场比赛红队胜，红队得3分，黄队不得分，红队获胜。下集来自雪豹突击队的红黄两组队员将通过单兵、小组等多种作战模式进行对抗，两组队员在模拟真实战场的环境中挑战未知环境下快速识别与射击目标。作为武警特战队员的他们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哪组又能获得胜利呢？红牛谁是终极英雄？邀请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精彩节目。你的狙击步枪的人只有到达一定位置以后，突击的那个人才能到达那儿。一二三，严火老师，放在这个这儿，你自己弄。没给我，那我都给我藏起来。第一场第一次。